别碰我了！别出声，呼吸，进气出气，别出声。坚持坚持啊！再坚持一个多小时就可以了。现在20:24啊，我跟你说推这个可能胳膊有点疼啊，你先感受一下。刚才护士给打了两针，一个打了个杜冷丁，一个打了个止痛针。现在这个情况看着好多了，慢慢的睡着了。从下午的2点到刚才一直都是难受嘛，疼疼疼啊，不容易不容易，女人生个孩子不容易不容易。睡着了睡着了。这个是晚饭，这应该是个大鸡腿，这是个凉菜，应该是这豆角炒肉吧。这个是松子玉米，应该是。哇，这个是，这啥也看不明白，这是，看着像是麻食吧，西安本地的特色美食。哦，这是个汤，这是啥汤呢？木耳汤吧。晚饭，这媳妇儿现在吃不了饭，不行的话，崔弟等一会儿给她吃了吧，不吃都浪费了。媳妇儿现在估计睡着了。媳妇儿的晚餐，她没吃，没吃不是都放凉了？放凉了不吃不就浪费了？浪费不就是最大的犯罪？所以说崔弟给他吃了，就这意思啊，就这意思。这个菜是松子玉米，味道不错。就是稍微有点清淡，不咸吃卤。这个是豆角炒肉，豆角炒肉。感觉是不是忘长盐了呀？太淡了。这个应该是麻食。面疙瘩的感觉，太淡了。这是木耳汤，你看里边就是这种黑木耳。给喝了那白开水没啥区别啊，太淡。
鸡腿，嗯，这个鸡腿吃的不错。现在崔弟呢在这个分娩中心，媳妇呢已经进去了，刚才我咨询了医生，医生说现在就要生了，挺顺利的，挺顺利的。哇，时间过得太慢了，这都多长时间了，10:57，这媳妇还没有生了吗？估计快了。刚才我问医生了，医生说11:00之前没问题啊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此时此刻崔弟浑身都发抖。大家好，我是恁帅气的崔弟，崔弟我又来了。媳妇呢现在呢在这个分娩中心呢产房了，马上呢都要生了，我听听有没有声音啊。如果说没猜错的话，估计生过了，里边都没有媳妇嗷嗷叫的声音了，刚才10分钟之前听的时候还嗷嗷叫，现在没了，都听见护士们在说话了，医生在说话了。生了，11:00生的，男孩，3440，当爹了，当爹了，崔弟当爹了，再见，再见。